啊，这个你不需要那样的话，你就从下往上变一个色就行了。你不需要从这里往这里变一个色哈，那样太慢了，因为它只是一个小的问题。像这些颜色，你就选的漂亮一点哈。这里你就从下往上变一个色就可以了，你就这个色就可以。你看啊，从这一下变到黄色去，从下往上变就可以啊。你看啊，这个蓝色让它过来一点，你看哪个？这里从这里它的翅膀这边还那个色还要延伸到这边一点点，就轻轻的画就行啊。你看就这样轻轻的画就行啊。很棒，很棒的，这个色彩的变化很好的。呀，嗯，就这样的话，这才叫艺术，知道吗？嗯，你这圆不够圆的，那咋办？我你看画不啊，了再圆。你看你这个圆哈，比如直径是这样子的，啊，这是一个十字是吧？那这边跟这边是相等的，这边到这里，然后呢，你看啊，再量一下，从这里。到这里，它在这里，对吧？再到这里，它是这样子的一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画这个圆应该要有一个这个线条，这样才行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样才叫圆了啊！我想吃 mooncake，圆了不许说话啊！不许说话！你看你又是这样子画，每一个线条要扎扎实实的，不能有敷衍的。你看这线条，你从头到尾是不是一条线到头的？你都是画着画着，叉叉叉叉这样子画了。每一条线要从到尾稳稳的这样子走，这叫走线练习。你不是要画它的形状，你是要练习这种线条的准确性，明白吗？像这树叶，你都含含糊糊的，都不对的。它要准确的画一个内容，你看，它要准确的画一个内容，看必须是从头到尾要控制到底，不是那样子叉叉叉的画。你看啊，每一个是要感受它的艺术的氛围，懂了吗？不能这样子画啊，这样的话是应付老师呢。你这锅又是废铁工厂出来的，它两边相等了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又不等了。它这个能一下扁了，你看这扁了，那锅盖下去了，这锅是不是废的锅？是不是？它这里要有一条线，你看啊，这条线，然后呢，它慢慢的降下去了，它要降，你这个就不能这么深的，知道吗？它在这条线上。所以呢，一伸的话，这锅就砸下去了，对不对？砸下去了，这锅不是就不是正常的。你看这个哈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你看有一个弧度过去，看见没有？它有一个弧度过去，啊，不是一个直线过去，那这锅就不圆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个以后你会练到那些，先慢慢这样子画啊。我下个画那个，随便啦，你我随能便画画。这个吗？但是我画那个。你就不要画那个了，你已经这些都画不准确，还画那个呢？顶多把这些画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嗯，不要画那个，你画不了的。以后进行一下那些内容才能进行这些内容。哎哎，你不要画这条线了啊！你看，不要紧啊，这里渗进去就行了。你看这里画重一点就行了，看这里画重一点，你看啊，一层。啊，这里种哈，这里种，这里就三层，你看见没有？再变一个角度，再来一层，再变一个角度，再来一层。这里的黄牛，还有这里也是，你看一层，你看这里一层，一会儿不要紧啊，你的红的慢慢的渗上去就行了。你看这红的，你一会儿这里四层，然后呢慢慢那的不上是上去，红啊，啊，我弄那个把它给。勾线了哈，啊，麦克笔可以，有轻有重的。你看啊，这里的种是吧？然后呢，有些地方轻，有些地方重。这个树也是，有地方轻，有些地方重啊。啊，这个你不要用麦克笔了，我给你拿这个线条啊，这个粗的笔啊，不是，给这个，给，还有一个很深的啊，还有，给，几种色啊。哪个？我给你拿了呀，从红色变到底下的 orange，这个也跟它一样，底下黄的多一点就是了。从上面是红的，下面是黄的，给再加一个黄色，给，啊，取掉一个红色就可以了，去掉一个，好了，从这里往这变到这里去，嗯嗯嗯，对，有这个，对。
我的勾线啊，一条线，那个东西那么简单，你要花那半天，我都把夹子给挪开了，你还不把它往高一点，你让它在肩膀上背着。他这个在这里，你这地方你跟他不一样了呀，你就给他画高一点，这要不然他身子好像被这些东西压扁了似的，你从这里挂下来不就完了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块就完了，你还把它画那么半天，这多少条线，你看啊，这里起码有一二十条线，就这么一个苍蝇拍子，我让你练走线练习练了那么多，为的就是你简单的一下子准确的找位置，知道吗？不要这样子反复的画啊。好了，你现在就可以画前面了，把水一画。OK。啊，不要在细节上浪费时间，听见没有？嗯，这个还是没有画十字线，为什么呢？你这锅都是被砸烂的，就废铁公司卖的，这就不是做饭的锅，这都被他一脚踹坏的锅。你看看哪个锅能有点像样子的？这个。对，那个锅还能像个样子，这个被踩了一脚。你再那我给你录下来了啊，你再那样子画，对，准确的一条线，慢慢的看准确了。这个是一个苍蝇拍子，你用得着那么费劲儿吗？哎呀，对，对，一条线，对，一条线，对，就这样多果断的浪费时间干嘛？你一个苍蝇拍子画了好半天，那个不用画了，那个细节不用管了，你现在主要是。主体的你是要表现它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你就把它前面这个还有这个水是漏水了嘛，把这个漏水的感觉画出来，这个是主要的。那这里怎么办？这里你继续啊。OK。啊，你先把它的主要的表达意思先弄出来。你看啊，这个线是横的，是吧？那这个线的距离跟这个线的距离一样吗？你这冰箱又是砸坏的冰箱，你这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东西，它怎么可能呢？这个洞呢，它就是跑那边去了，这个水就流不过来了。你看它这整个线条，看见没有？你这里到这里的距离跟这里到这里的距离一样吗？所以你看啊，你这里你看，你从这里过去看，它是从这里过来的，知道吗？它是这样透视关系，知道了吧？这里也是，你看，它跟这条线，你看啊，近大远小是吧？然后呢，这里稍微大一点，那这里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啊，它的冰箱只能是这样子的，在这里。这不是冰箱。啊啊，洗衣机，对，洗衣机在这里，然后它的水从这里流下来。你看啊，你整个看看你的环境，看见没有？它这个柜子是这样过去的，然后呢，这边是从这边过来的。对吧？它从这里就是近大远小，知道吗？最后就到了远处就消失了，是吧？这就是透视关系啊，透视关系，知道吗？它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洗衣粉盒子呢，你就可以给它放在这里。你看，它这个是平的，看见没有？跟这条线才是平的，它这样子才是平的，这样才是平面，知道了吗？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角度，你看它这个面是斜的，这个面是平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面是再上去一点，它就那边小嘛。然后这个是朝下的，知道了吗？这个桌子要放得住，你这样放什么东西都倒下去了。哦，这条线是在这里，所以它还得降低，它可以放到这里。你看，它可以放在这里，上面擦掉，好吧？上面是那个窗帘，好不好？把这里擦掉。然后呢，这个洗衣机它只能从这里开始，所以它的那个，所以它柜子在这里。对，它的柜子在这里，水从这里流出来。你看这个水的距离才能拿出来，你这样画的水不喷它身上去了，啊？哎，远一点，你这样弄把眼睛又看坏了啊！对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能是那样嘛，含含糊糊的啊。一个一个慢一点，都不要画的那么含含糊糊的啊，准确的画，每一条线都准确的画。看啊，你要画这条线的时候，画这条线的余光看着这里，这样子画下去，明白吗？它跟它是垂直的哈、啊，这个透视关系是这样子，但是它往地面的是垂直的，所以它跟边上你要看着这个参考这条线画下去。你看。
你这下来，我跟你说透视关系，你从这里要到一个消失点，你看，比如说这是一条视频线啊，所有的东西到这里全部消失在这个点上，知道吗？你这个到哪去消失啊？你看啊，这条线在这里，看见没？能听懂吗？透视关系啊，它必须是这样子过来的，所以你这个冰箱只能到这里，知道吗？它是这样子变的，你看跟这条线是平行的，这样子变形平行的，这个是从这里过来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桌面是这样子的，明白吗？把这里都擦掉，这个桌面是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洗衣粉什么的是这样子放的，知道了吗？透视关系这边大，慢慢的消失了，懂了吗？啊，然后你的水就是从这里喷出来的，然后这是地面，你看地面是这样，它的水就在这里留下水渍，啊，它的脚丫子周围就是这样子的水渍，啊，这样子。知道了吗？我讲了半天，你没听明白吗？透视关系啊，我就现在这，你为什么把冰箱又画成这里？我刚才看见你画到这里，我才给你讲透视关系。它这条线，看这柜子整个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过来的。然后你必须是这样子，按照这条线哈，所有这些线都要围绕这个，这里是一个心点，它慢慢的就全部就这样子过去的，明白吗？不管任何一条线，它都是从这里往这边走的，都是往这边走的，都这样子走的，明白了吗？你先画重的，先画最关键的瞳孔的位置。你看啊，它是黑的，我都给你这个眼睛都讲过几次了，这地方是重，眼睛上面是重的。眼睛上面是重的，啊，眼帘上面是重的。然后呢，这里，因为它这个印刷是一个色哈，所以它不会给你展现的那么清楚的。会，你看啊，这样轻轻的，看眼珠就活了，对吧？你不能那样子，就很果断的。这个也是，这上面是重的，然后你就记住这个规律，看见没有？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这样子。你的眼睛就很活了，看见没有？这已经给你说过几次的眼睛了。真棒！哦，老师你好。一会儿浅浅的染色啊，怎么了？浅你浅这的画染。啥子呀？你看这里的刚才那个黑色呢，黑色也是哈。你，因为它这个是。你画重了才是黑色，你画轻了就是灰色，是吧？所以你这个地方是重的，看见没有？一层，然后换个角度两层，再换个角度三层，你看，慢慢的就变淡了，是吧？外面就变淡了。然后呢，这里也是，你看这里有一点点深色，然后呢，你这里再来一层，那么这里就是两层了，是吧？你再换一个角度这样的话，这里就剩四层了，是吧？然后你需要这里边慢慢的淡出去，就拉长了，拉长了一层，一层这样的画，那它慢慢就淡出去了。再换个角度，是吧？然后到外面以后呢，这里需要具体的，那么你再用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再画，不要画的那么粗糙，好吧？这样子，然后呢加点绿色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就把它的影子就画出来了啊。真漂亮！我画画完了以后，然后面部我再跟你说一下，好吧？啊，面部还有一点颜色，就差不多就结束了。真棒！你先用 HB，太棒了！你是不是没管住形是吧？整体型没有管住，所以那屁股没地方画了。所以这个你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就是你把它细节化了，然后整体没掌握住，这也是失败，知道吗？本来这整体的水啊什么，还有这鱼啊都很有精彩的，最后你画不下了是吧？只画了局部，所以说这个也是哈一个功夫的练习啊，很棒很棒，但是就是整体没把握住啊。
你怎么了？口水流出来了。画葡萄把自己给画酸了是吧？嘴巴画酸了。说明你画的好哎，是吧？葡萄画的哎，轻轻的，不敢画那么重的线条啊，轻轻的一点点。把自己都画的口水流出来，我看看。那个哥哥画气死的时候，口水都掉出来了。那个哥哥，他画的气死。Jesus, you're my all right.